们今天老师，也是跟月亮有关系的。对，今天啊，挑的这个歌曲，我们 Michael 老师有特别的挑选过，对不对？因为在这个户外的场地，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凉风徐徐，感受特别的浪漫。所以呢，再来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曲好了，《Blue Moon》送给大家，一同来欣赏，谢谢。Yeah， come on。